拿起喷雾往口腔轻轻一喷，清凉又可以杀菌。这个是原味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味道。疫情延烧，防疫商品正夯，由纳若集团与北医衍生新创公司诺康生医研发这款口鼻腔防雾喷剂，轻轻的压下喷雾，让使用者可以进行口腔病毒抑制。它可以用口服吸进来吸入器，甚至喷到我们的眼睛都很安全，因为它没有任何药物，也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使用。那我们国家针对各种年龄层有各种疫苗进来，可是对幼童好像是变成一个疫苗孤儿啊，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啦，所以这个喷剂如果家庭我们啊这个家长自己使用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幼童来得到一些防护。我想这个是在这个疫苗失去啊保护之前的这个幼童人，可能也是一大一个防疫的这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哦。这款口腔防雾喷雾月初才获得美国食药署认证核准，业者特别准备20,000瓶喷雾捐给了基隆市政府。我们今天是台北医学大学的衍生的这个公司哦，来进行防疫物资的一个捐赠。那我们非常谢谢他们提供这个防疫的物资，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使用者哈、就是没有负担然后可以去进行口腔还有病毒的一个抑制啊，所以对现在正在这个疫情发展期间，我想对于保护自己的一个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也会善用这一批防疫的一个物资啊，其实包括我们的卫生人员还有这个我们相关需要的这些特定的一个对象啊，我们会来进行配发，让大家除了有口罩有快筛试剂之外呢，另外就是有这个这个防护然后抑制的这个喷剂可以使用。那我相信可以让我们安全平安的来度过这一段的疫情。李友昌强调将会善用这一批资源，希望在多重的保护之下让大家平安度过疫情。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